大家好，我是 Vanessa， 来自中国。我现在刚刚结束 Captain Sponge Magical Oyster Tour。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就是船，就是刚刚带我们去看那个生蚝的一个船，就是然后它是本地的生蚝厂主自己经营的。然后看到身后的环境也是非常漂亮，它的船上会给你介绍关于生蚝的各种知识，包括它们的成长啊，然后怎么可以运到世界各地去。然后喜欢生蚝的话，船上还有提供可以试吃生蚝的这个。 这项服务，然后的话就是，他们是属于 family friendly， 所以带小孩子来也是可以的。